今晚你搁哪呢？我在家楼下啊。啊，在家楼下呢。外面冷不？啊，还行。我到楼下了，我先上楼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那啥，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过来一下。干嘛呀？过来吧。啊，行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我哥居然让王哥送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哥居然让他和我。别说了，我都看着了。你看见了？衣服不错呀，挺保暖吗？我正要和你说呢，这是他。这是你留在我姐家的所有行李，你搬走吧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他。别说了，咱俩别联系了，行吗？你疯了，金山！我挺冷静的，就这点小事你至于吗？走，一次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有意思吗？不是你，我错了，金山，你别生气。来，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别哭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喜欢上别人了。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说实话，腻了，明白了吗？我需要新鲜感。说什么呢，金山？我们还有以后呢。我说话呢，我不谈以后，我只活当下。我这个人就这样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，你别开这玩笑行吗？我没开玩笑，你别哭了，别哭，我认真的，明白吗？对，松开，松开。他对我挺好，比你强。我当时瞎了眼才会喜欢你。都不在一起了，彼此留个好印象不行吗？你混蛋！大哥。哎呀哈。嗯，说完了，不联系了。真说完了？啊。行。把这个收拾了。这不用哥。你也知道，我就那么一个妹妹，我能理解哥，但是这个您收好，真用不上。王哥，王哥，你刚才演的可好了，没啥事我就走了。